你们上班都在干嘛？谁准夜罗莎穿成这样？谁？别弄，我有衣服。哦，我刚好关播了，你来不及看，哈哈。你的衣服。 我有遵守公司规定，哎，你说不能露胸前三公分，我没露啊，我是露侧面。玛丽，发通告信给所有直播主，以后上面、下面、前面、后面还有侧面，通通不准露。